怎么样？今天累不累？不累啊。福生呢？福生怎么没来？他以后都不会来了。怎么了？闹别扭了？是不是因为福生没让星城带走天鹰的事儿？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。 你来干什么，老班主？我罗浮生是个戏迷，好听一耳朵戏。您的戏，真是唱得太好了，可惜走得早。您的戏，我还没听过瘾呢。 今天我这个铁杆戏迷来送您最后一程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谢。节哀顺变。谢谢你，罗浮生。 许新城，好啊！你这个杀死我爹的凶手，我今天要废了你！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来送送老帮主。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！哥，今天的日子我们不能再出乱子了，我去跟他说。 你跟我来，天影，我是真心想来送送你爹的，许星城。 不管你是真心实意还是别有用心，我和戏班都不会接受的。今天是我爹出殡的日子，你最好不要出现在这儿。如果你真心希望我爹能够安稳的走，以后就不要再来打扰他了。我知道你难过，天影，可我只是想表表我的心意。我再说一遍，许星城，你的心意我不会接受。我爹他更不可能接受。那天你也亲耳听到了，我爹临终之前。 让我远离你，他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所以我发誓，我绝不能再违背他的心愿。你不用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。那天是我强行带你走的，所以害死老班主的人是我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爹他人都已经走了。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我寝食难安，我很自责。对不起，天音。 那天我抢婚，我只想到了我自己，只想到了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将来。
我是忽略了其他人的感受，失去理智，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当时我真的是以为你爹他的苦肉计，如果我知道他真的快不行了，我是绝对不会再刺激他的。毕竟我曾经也是个医生。但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警察了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啊，天影？你有亲眼看到的，我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，我在努力做一个好警察。 努力试图改变警局的风气，许星城，我现在每看到你一次，就有一个声音在脑子里时刻提醒我：如果不是因为我，我爹就不会死，是我害死了我爹。所以，星城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也不要出现在我们戏班面前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过得更好。 天影，不要啊！天影，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怎么样都好，可是你不可以不理我呀，天影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这样对我，好不好？啊，天影，好不好？许星哲，你知不知道，本来躺在棺材里面的人应该是我。天影，又说什么？ 我本来已经准备好了用我这条命来报答他老人家的养育之恩，可是那天呢，我却跟你走了。我非但没有孝敬他老人家，我反而夺走了他的命。这件事情，每天就像一个枷锁一样，把我重重压着，让我生不如死。你知不知道？时辰已到，准备起棺。 许星城，你还是走吧。今天是我爹出殡的日子，我不想让他老人家得不到安宁。天英，我问你最后一句话，你如实告诉我，是不是从始至终，你就没有想过跟我一起走？许星城，你我之间。 绝无可能，你走吧。